们拿什么罪名控告这个人？”他们回答：“如果他没有做坏事，我们不会把他带到你这里来。”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自己把他带走，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好了。”他们说：“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判人死刑。”这应验了耶稣所说自己将怎样死的话。比拉多又进总督府内，叫耶稣来问他。他们上前对他说：“犹太人的王万岁！”
知道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。